Hello， 我叫 Dennis， 一个移居咗喺台北生活嘅音乐人。我嘅第二人生其中一项就系作翻歌，而拣台湾展开我嘅第二人生，亦都系因为我觉得呢度充满灵感。就好似我最近去咗两个以爱情为主题嘅展览咁，用唔同角度嘅爱情观去 inspire 自己嘅创作空间。而听说爱情展俾我嘅感觉就好似体验完短篇爱情小说咁，由入口嘅打卡位穿过一条条嘅红线，逐个逐个展区都讲紧故事俾大家听咁。里面嘅告白区，爱情开始，重新选择，爱情结束，每个环节都用唔同形态去展示出有质感嘅文字同埋布置，有啲似游历咗一段爱情嘅感觉。讲到我最喜欢的一 part， 应该就是发泄区。一间客房里面铺满一个个对爱情失望的留言，感受完一堆堆留下的伤心和怨气，再去到另外一间客房，望着墙上慢慢发光的文字，沉淀好自己的情绪，离开间客房见到光那一刻又真系几有 feel。另外一个爱情有冇进展，就系 look Instagram 嘅时候，见到好多人喺度打卡。我见到啲灯箱同埋灯牌都几啱我口味，所以就吸引咗我过嚟睇下呢个展览。这个以数据为主的爱情展统计了受访者的爱情观，包括不同年龄层对爱情的要求，约会几多次才会发生关系，面对爱情会不会求神问卜等等的数据。而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现场实验的互动区，给大家用乒乓波去投自己的择偶条件。个实验见证到大家只有一个波的情况下，啲波的分布都会偏向在性格上的优点。但当大家有三个波可以投的时候，外貌吸引力就成为第二之选。看完两个展览，我想听说爱情展给到我最多灵感，或者是因为故事性比较强，勾起多些回忆吧。毕竟写歌都是靠记忆组织回来的创作，再用作品去勾起听众所经历过的事。不知道我以前这一首作品又令你想起什么呢？